都是足够打发这一生。我的足够的吃不难，就是了，我是做了什么子的呀？接瓜子了。啊是啊，我分八个呀。嗯。八个瓜，阿弟不是我分这些做什么呢？我不会讲古代的朋友，讲古代的数学话了很。我的瓜。我的瓜种。欢迎啊，家们，我重新开播了，叔叔阿哥姐们。你这只龟是狗肉，80块赚。我们这是黄毛。欢迎啊，欢迎。什么字怎么读的？这个字怎么读的？还有没有干饭没有？还没有干饭啊！这字怎么读？你查一下呗。那个是什么解呀？这个字我不会读哎！我的天哪！欢迎啊，欢迎！我今天去赶集了，买了苹果给弟弟妹妹吃，家们。因为国庆节我们也没吃什么，所以就。传阿姨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家们。好久不见。好久没直播过了，直播过了。你们猜我今天煮了啥，家们？给你们看。当当当当，看到没有？竹笋，家们，这是竹笋啊，我煮的竹笋。小阿姨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，家们。我都好久没我，你们想不想我呀？你们有没有想我家们？太想想死你啦，是吗？太想你了，爱你们。真真实实好久都没直播了，煮那么多竹笋，对呀，今天去找的，我今天去赶集了。你们看，我把头发剪了，因为我之前头发太干燥了，看到没有？我就把头发剪短了一点，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会再染头发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之前就是因为我的头发老是染，所以我的头发就会变成很干燥，知道吧？你们好点了吗？现在好一丢丢了，但是还不能干活。我们家的玉米呢还没有收完，但是我舅舅他们家，我来瓜妈他们家的，之前收的玉米是我来瓜妈他们家的，然后我们家的还没收完，得等天气好了，因为这几天老是下雨，然后玉米也不好收嘛。然后就没收玉米。现在我弟、我妹妹还有我弟弟他们不是在家吗？然后轻松很多了。我妹妹可以做饭，知道吧？我妹妹可以做饭，所以我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干活。阿姐，问你啊。问你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问你阿姨，问哪子阿姨哪是人啊？人啊，一叔叔啊，哪里了哈？哪？啊？哪里了？是哪里呀？哪里了？就是哪一叔叔我没了。姑娘。哪一叔叔啦？像不像我弟弟？怎么阿姨没我了？嗯吧，妈的，有我的个有阿姨是比来一些，给你们看一眼啊，你认识阿伟吗？认识，认识呀。阿五哥不是挺好的吗？妈咋咋多了？那你还去公司一段？还要一段时间，那你去公司还要一段时间了。对的，对的，确实是。你看我煮竹笋啊，知道吗？我你们咋子没有一滴盐？这咋子没够？我咋子说话？这动啊？哎呀，这，
能把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。那只扣。他读书了，还没有。他今年没读书呢。今年因为需要去镇上读，但是他走不了路，太小了。我的同学都读高二了，宿舍哥姐们。以前那些同学都已经读高二了。后面我不是不读书了吗？那这都会啊？啊，这啥？好聪明的，没有没有，太傻了。你锅里煮的什么？嗯，竹笋。煮的是竹笋。你们给阿莫点点小红心来，家人们，我都好久没直播了，你们能给我点个小爱心的就给我点个小爱心，能给我点个小墨镜的你们就可以给我送送小墨镜，因为我太久没直播了，叔叔哥姐们，我真的太久没直播了，需要做那个数据知道吧，有些时候因为我真的没时间直播知道吧，所以我就无法给你们播有些时候，所以我今天不是去镇上赶集了吗，然后正好有空，正好有空，然后我就给你们直播了。爱投奔。怎么没上班呢？我老鸭媳妇子对啊，生日地噻。我要去。阿姨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，高铁阿姨，我带你们去看我家猪啊，家人们。你们能给我上个小红心的就给我上个小红心，能给我上个小爱心的就给我上个小爱心，能给我上个人气票就给我上个人气票，我好久没播了家人们，我真好久没播了，然后我做数据好吧，小猪啊家人们，给你们带你们去看我们家猪啊，好久不见，去什么地方没去啥地方家人们，来我带你们去看啊，走吧，我拿走。哎，怎么快递不？他哥是不他哥？我下去。阿姨没上班呢，是的。我带你们去看我们家猪。老姑姑，姐姐找男朋友，我没有男朋友啊，我也不找男朋友。艾梦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没去哪儿呀，我能去哪儿呀，对不对？我带你们去看我们家小猪猪呀。你们不是说你们想看我们家小猪猪吗？那我就带你们去看我们家小猪猪，好不好？你还打你姐姐吗？我又没有姐姐，我哪里？我又没有姐姐，我让去，我都是家的了嘛。啊，你为啥对呀嘛？我让去，我让去。不中看也不中用，我本来就不好看。呀，为啥问爷爷？走。去看小猪猪，这次看走，带你们看我们家小猪，走 ，Let's go， 你们帮阿莫点点赞啊，帮阿莫把赞点起来，能给阿莫上个小爱心的就给阿莫上个小爱心，谢谢。哇，你们看。这头牛是我的爷爷家的，这么冷了，对，这我们这边天气现在变冷了，11月份就应该啊，哎，11月份我们就那个知道吧，
就是下雪。11月份我们这里就下雪。看我弟在这里，我弟在这里，看到没？我天哪！像猴一样，哼，没有那么夸张吧？其实，说那么夸张干啥呀？都是来三峡玩，三峡是哪里啊？你说的是三峡白鹤汤吗？你说它是呢喃吗？还是哪里呀？啊，你回去了，早就回去了，早就回去了，你们现在才知道呀？你们那里是不是8点才对的？小黄花，小伙子，河南三峡，哦，不知道呢，不太清楚。我的天哪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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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你倒不起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你倒不起，我来了，这是个桥，你接着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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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阿子墨，我不是阿子墨，我是阿一墨。啊！我的个乖乖，故事的小黄花。不上班啊，我妈生病了，只有我弟弟我们在家里面，我妈就养伤啊，家人们在一起，那在一起人家在一起就在一起呗，对不对？在一起又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在一起就在一起了嘛，是不是？跟咱又有没啥关系，对不对？在一起就在一起，跟我也没多大关系。人家想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人家想分手就分手，对不对？跟我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如果说跟我有关系的情况下，我就会管；跟我没有关系的，我就不会去管。俺妈为啥堵那个哥？起不来觉得做梦只知道不起的。我带你们去喂猪，家人们，带着我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去喂猪好不好？我看我吃啥吃啥拿了的，吃死那的。猛发疯了，什么呀？你们说的是啥呀？我都听不懂。谁发疯了？啊！家人们，故事的小黄花。估计叫了，啊，估计忙啊。以前拍电影，现在不拍了，对的，对的。你咋嘛咋子的多？我。还是爸爸了。啊。你爸爸头了是？啊，头发啥？啊，头发梳了。反正呀。是的小黄花，我了，哪马老师的？好老师，好老师的，我为啥读那么的说？这是我舅妈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舅舅的老婆。呵呵，我喜欢你知道吗？谢谢喜欢啊、哦！
谢谢，喜欢你们能给 M 上个小心心，给 M 上个小心心啊！粉丝灯牌点亮一下，感谢大家了。我老母的婆，到我们家猪圈门口了。八哥，俺是八哥。哎呀！你为什么我在开直播的时候的？我要啊？那都中干事了。我在这堵路的。嘿。走了。再见。啊！可不得不得不得。这干活都到你，过了。啊？干活都到了。舅妈烫坏了没有？这样的。舅妈不坏。嗯。干活都到了，俺这边在做。的，他怎么懂嘛？我来喂猪家人们。我老婆干鱼了是吧？我老婆干鱼了。我老婆干鱼了喽。那哥哥，不跟你了。我刚住，我住还是去贴。阿姨好，你们好，家人们。来的点儿。你。故事的小黄花。点点赞赞啊，家人们！欢迎小仔仔，感谢送出粉丝灯牌。喜欢阿莫的叔叔阿哥节目，给阿莫送一下粉丝灯牌啊，叔叔阿哥节目。咱把阿莫的粉丝灯牌点一下，看看我在干嘛。Hello, up, 芜湖。哎，这个不是up芜湖吧？哦，不是。
了哦。啊？不讲秘密吧？你喊他摸摸噻。不讲。看看我是怎么喂猪的。好吵啊，家人们，这是红薯吗？对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家人们。Thank you.
十，你到十。他服了，他笑。什么呀？喂猪的啊，家人们。来，你要。